今仔居民是过万贵，希望你帮阮讨个公道，啊，结果你阁欺负阮。伊嘛安怎甲我讲嘞？你讲这已经上万啦，你去到都用要中风，傲慢，真的是傲慢。我无骗你，韩国瑜他比较亲民，而且会替老百姓想。啊，伊嘛讲的，伊拢替百姓想，其实做的是另外一套。今摆今摆做的根本就是掠夺人民土地财产嘛，讲爱较紧啊。当韩国瑜有帮我们挡一枪嘞，伊2008年当选之后吼。阿姨中央经济部一本一准的文阁来，讲要叫伊去台北开会。阿姨无闲人去哩，交代四川的阿姨，单单讲几句话就好啊，就卖阿咪伫遐迄落啊。伊甲讲恁的条件伤歹啦，居民无同意，无满意啦。你大林埔迁村计划重写。四川伯爷都叫韩国的交代安尼讲讲的，四川伯爷就回来啊。来高雄干了一年多的副市长，辛不辛苦？我记得我来高雄，韩市长发表当副市长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印象很清楚。不管电视的舆论，包括所有的媒体，大概都是告诉我，我下来高雄是要治理那5000个天坑。但天坑治完了，现在有很多人告诉我说你只会铺路，但是我很安慰了。这个一年半来，我在我脸书里面呢讲说，请高雄市民不要用耳朵听，走出去用眼睛看。我最起码这一年半来，我回馈给高雄市民的是让他有一条回家平坦安全的路。那当然现在做了一年半，我离开这个，我不敢讲抛妻弃子，但最起码是回到南部来回馈了这个部分。所以我想在这一年半，我们所有的团队问心无愧，也没有愧对高雄市民。我做30-40年的公务人员，我还没有说到高雄这么样努力的为市政去打拼。所以我说6月6号我绝对尊重我们所有的高雄市民，如果要我们这个团队继续来服务，那当然我们绝对全心全力。那如果不让我们这个团队来服务，我们也尊重，最起码我们路已经大部分铺平了，该有的清理，该有的这一些治水，我们大概也治了一半。那包括路灯，我们也把明年该弄的都把它弄完。那最落伍的，我们现在的监视器，说实在我也提出来5年要把它做更换。我们最落伍的20年的消防车，说实在是6度里面最多了。我们现在报到这个消防署在行政院要去更新。我们第一都在为市政的这一个该做的一点一滴都在做。那如果高雄市民认为还要回到以前的这一个部分，我们都予以尊重，谢谢。那副市长，等一下，市长，等一下先不做，请问一下，你卡皮箱准备好了没有？你按台北搬来，你卡皮箱是准备底好，还是想要回来，还是要继续留？那卡皮箱的决定。我的皮箱因为来了一年多，现在应该不止一个皮箱。哦，不止一个皮箱了啊，应该没带300万过来了哈。我没有300万哦，没有300万了，谢谢啦，谢谢。因为我们副市长和我们市长和所有团队也非常的辛苦。本席也了解到6月6号这个日子，让我们所有团队非常艰辛，内心也非常的煎熬啦。所以本席也很想问我们市长，市长，你可不可以来告诉我们伟大的高雄市民，你6月6号如果没有被罢免成功，如果你还是继续做市长，那你的内心的想法和你所要走的路是什么？请韩市长答复。谢谢宋立斌议员问了一个重点。6月6号如果没有罢免成功，我们市府团队继续的话，我想秉持着过去一年半打拼的基础，还有未来2年半的时间，我们会继续全力以赴。其实这个团队是非常棒的，我们有很多指标，我们有信心是全国第一名的，只是媒体不报道。我们青年创业
全国第一，我们双语教育全国第一，我们防治新冠肺炎全国第一，到现在为止登革热也是零，我们照顾没有结婚的未婚妈妈、怀孕的少女也是全国第一。去年成立到现在，大家都说为什么要照顾这些未婚少女，我们接到了将近5500通打电话来求救，我们路频全国第一，水沟通全国第一，到年底的时候所有的智慧灯都要装起来，5年之内所有的监视器全部都要换装，每一个计划都在往前推。我们招商引资去年最少500个考察团来高雄考察，所以观光旅游、饭店还有农渔产品的外销，我们有很多，我们有信心都是全国最好。其他县市也很努力，但是高雄有几个指标我们是深具信心，不是韩国瑜了不起，是我们这个团队了不起。你看卫生局长才一年整个头发全白了，你看警察局长才一年头发变红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我才一年头发变秃了，但是不会，我们有这个机会在政府部门服务，帮高雄市民打拼，是高雄市给市民给了我们这个机会，我们真的是抱持了一个服务跟感恩的心，能做多少就算多少，有朝一日离开这个位置想做也不见得有机会。谢谢立宾议员，谢谢。如果没有罢免成功，我们会继续去冲，而且我也会希望高雄市未来还有一个产业，电影、电视、文创的制作这一块在高雄一定要能扎根，现在没有做实在是太可惜，我们一定会让高雄继续发扬光大。谢谢。